相信是登陸哥本哈根槍擊案槍手目標的瑞典漫畫家維爾德斯獲頒言論自由獎。自由導演協會在哥本哈根頒獎給維爾德斯，他說會繼續捍衛言論自由。哥本哈根上月14號接連發生槍擊案，造成一死三傷，其中一宗發生在咖啡店，維爾德斯亦都在場。維爾德斯2007年開始發表被指侮辱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之後，多次收到死亡恐嚇，同阿爾蓋達有聯繫的組織遠控$100,000追審他。致力中國發生山火，超過7000人一度要緊急疏散。下一站是第一城，下一站是第一城。消防员在公司旁边管理，但是受到一些阻挡，但是我们要努力去支援。据传媒报道，亚尔帕莱索市郊一个非法垃圾场，星期五下昼发生火警，随后火势不断蔓延，去到第二日已经烧毁了300公顷的土地，甚至系威胁到亚尔帕莱索同埋沿岸另一个城市。政府宣布两个城市进入紧急状态，火势喺星期六下昼开始受控。火警期间，一个妇人心脏病发死亡，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包括15个消防员。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